25年嚟午夜夢迴，难逃宿命，说迷信，破迷信。麦对住我开，麦对着我身，知道吗？系好唔正常嘅阵喎。在現代科技文明的今日，靈界竟然可以在手機現身，紅外線監察器已經可以拍到靈界。我的研究只等發現，令我興起拍攝《大迷信之三》的衝動。酒色財氣，《大迷信之三》超爆開雲，萬眾期待。